过现在没有目标。谁敢拜访我做研究？这股力量保护着我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指挥官萨贝克，看样子你的部队让一群可笑的英雄从面前溜走了。扎伊拉酋长，我为这次的失败道歉。钢铁战线会把这些入侵者收拾掉的。钢铁战线，杀了他们，不然我就把你们杀了。杀死穿那件衣服的人。做得好，指挥官。不过看样子那些入侵者还活得好好的。什么？简直忍无可忍。杀了他们，通过。太可笑了，难道你的手下不知道斧头的刀刃是在哪一面吗？我不懂，这些入侵者简直跟葛罗马许一样凶猛。我不想再听借口了，我要去把武器准备好。你要是不解决掉这些入侵者，我就让你看看真正的兽人怎么解决失败的。是，酋长，我会亲自出手解决。我的坐骑牵过来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不想再看你们丢钢铁部落的脸了。现在你做个了断吧，酋长，我让你失望了。
到位，好观赏暴风城毁灭秀了吗？烈焰，抱歉，卡尔洛斯，我让你失望